六仔咧就叫扬威四方，初跑此程，而家系跑紧2200啊。长途马轻磅马赢过嘅就系10号、11号，上次成绩好嘅系7841咧就系、是、边线跑第四啊啲咁样啊，78就入个位。或者扬威四方田泰安重磅马排四档，赢过嘅咧就系二号啊！呢只马赢过嘅二号、四号、十号、十一号，二号、四号、十号、十一号串赛，隔晚大热嘅四倍半，而家就系三倍。上次第八，前次第四，再前次第四咁样啊，串赛。但全才嚴格講上嚟六次未上過名嘅，嚇、啊、六次賽績未有個位置排在嘅。富全巨星十二號馬贏過嘅係咪啊？冇贏過，十一先贏過，十二冇贏過。十二咧上次第六，前次第七，再前次第六，又係六次冇上過名嘅。睇六次有上過名係邊一隻先？係四號，四號六次有上過名，六號又係有上過名。七号都有上过名，应该睇睇呢啲马。有啲镜头睇落去咁样，睇唔到啲马号，我都认唔到啊！真系十二号富全巨星巴道轻磅九档，上次第六，前次第七。三号神州飞驹班德礼十三倍，神州飞驹隔晚十倍，而家冷落咗。三号咧就上次第八，前次第十，哇，好差嗰啲近绩。神州飞驹啊，最叻第四嘅啫，真系。唔知边只打边只，后边只四号咧就叫赤子红心。赤子红心。上次第四，前次第一，再前次第三咁啊！即照正起上嚟咧，近绩呢只马就唔错噶。四号，四号亦都 win 过方家柏、何泽尧。上次3.3大热门，3.3大热门咧就上次五倍，而家有冇赔率啊？而家？何泽耀骑几好喎，真系上次因为大热门赌注啊嘛，一毫子位置都冇啊嘛，呢啲几好啊呢啲。四号都唔错啊，四号131磅，五号拉到拿25倍，敬礼。上次咧就39倍跑第八，敬礼啊！呢只球上次第八，前次14，又系六次最叻第五名，啲近绩好差啊！呢一站啊，七号、八号几好近绩，五号仔敬礼，幸运飞弹12倍，幸运飞弹入个位置。本路程上次咧就好唔好啊？上次幸运飞弹第六，上次普通，前次就第三。从所愿系一档，上次入咗位置嘅，但系初跑此程七号。上次跑咩噶？上次1800，今次2200，初跑此程，唔知够唔够气咧？我觉得四号几好啊，12档重磅。八号威力星初跑此程，但系七号同八号上次都系入咗位置嘅，即系有近绩就冇赛绩，有赛绩嘅就缺乏近绩。边线嘅呢两只咧就系四号、十一号，即系上次第四名嗰啲，
呢个八号仔叫威力星，九号缘分三十倍，哇，好犀利，好冷门啊！今晚未入过维园嘅本路程，上次第六，前次第一，啊，呢只马唯一一只有得赢嘅啫，真系最近赤子红心都有得赢，近期三十倍。其实佢个近绩系唔差噶，615啊嘛，即系都系唔系输好远啊，但系咁冷啊，可能真系唔够信心啊，真系。十号就行乐之光，行乐之光赢个本路程轻磅23倍，赢过一次，两个第二，上次系29倍跑第七，最叻噶啦，前次系12，再前次第六咁样啊。是未入过位置，六程都未入过位置。行乐之光是赢过的，不过近绩不好。11号生生福运蔡明少6倍，哇，这个有。呢、这個有飛喎，呢、这個贏過本路程輕磅，上次咧就蘇兆輝跑第四，前次第六，再前次第六，咦？唔錯喎，呢個11号唔錯，3号起碼贏過先啦，係咪？起碼贏過先啦，真係生生福運，哇！好低分嘅，18分嘅啫，真係。一号扬威四方夜三倍，初跑此程重磅，一号上次第十，前次第九，再前次第六，二号全才潘顿赢过本路程啊，赢过一次。4个入 Q， 连续4次第四，连续3次第四，然后1次第八咁样。咁上次系2号16倍田泰安跑第八嘅上序，而家田泰安骑咗只1号，神州飞区班德里跑第几多档啊？跑第6档，睇晒咯。Michael 要4号2号，我要2号4号。我就估咧，呢、这个全才而家降班啦，又连续有几次第四、第五咁样样，你而家换个潘顿啦，睇下会唔会跑得好啲。啊，同埋四号咧就系换咗俾陈家希骑喎，系咪？我就系身体不适啊，据讲系咁啦。7号、2号 Jenny 姐要7号、2号，7号和8号是上次成绩好的，所以2、4、7、8是很多人选的。2号、4号、10号行乐之光，行乐之光都赢过何铭年期的，现在就是11号是热点，10号就20几倍，我要2号、4号买两只赢过的高分一点的，啊，一隻是39分，一隻36分，希望他們有些班底在這裡。現在這個十號仔何銘年，十號仔贏過的碼是2号、4号、10号、11号，上次成績好的就是7号、8号，二號就降班，4号、11号上次跑第四。當從所願，生生福運，太大外档的威力星，再来就富全巨星，神州飞区顺利，后备补出来的扬威四方，再来就行乐之光，幸运飞弹。好了，幸运飞弹也都搞定，接着来就缘分，剩下两只，那就交给集前了。
艾外档橙衫，赤子红心。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头场赛事五班2200米大热系二。哦，你一开闸嘅时候啊，缘分啊稍稍慢啲啦，咁啊尾二位置系富全巨星嚟嘅，跑咗一段嘅路程啦，一对马向前面走啊，内栏位置从所愿啊，扬威四方啊第二位啦，出边好着意骑上去，幸运飞弹啊，咁啊亦都系外边嘅位置啦，内栏第四系全才啊，中间紫色衫有敬礼啦，外边黑衫紫色眼就行乐之光啊，橙衫最出嗰只系赤子红心啊，后边嗰五匹马啦，绿色衫粉龙帽，咁向响马林后边咧就生生福运啦。出面威力星啊，尾三位置是神州飞驹，外边咧埋边系富全巨星啊，暂时殿后是缘分嚟噶。好啦，接近第一次过终点嘅时候啦，前面一对马放嘅埋边位置是从所愿啊，响佢出边幸运飞弹啦，第三位嘅马外边赤子红心橙衫，一阵间走唔走咧？内栏第四仲有全才啊，中间嘅第五位是扬威四方啦，响外边黄衫黄帽仲有威力星啊，中档位置黑衫紫色眼罩是行乐之光啊，后边四匹马富全巨星绿衫粉红帽，尾三是生生福运啊，后边两匹马分别是神州飞驹啦，暂时殿后仍然是那只缘分嚟噶。去到对面直路头咯，前面次序都冇喐过噶啦，内栏占先仲系从所愿啊，赤子红心游下游下游咗嚟第二位嘅二搭啦，内栏第三系大热门粉红帽嗰只全才啊，第四位幸运飞弹啦，有马走啊，出边生生福运走，神州飞驹跟佢走，褪咗落去，扬威四方敬礼啊，尾四系威力星，后面三只咁啊分别有富全巨星啦、缘分啦、黑衫暂时殿后系行乐之光嚟嘅，好啦，过埋呢个600米段柱啦，前年占先系从所愿啦，生生福运上嚟逼下佢啊！内栏第三咧，仲有全才啦，橙衫中档仲有赤子红心啊！外边进占第五，仲有神州飞驹，第六位系缘分啊！第七位腾落去咧，仲有呢只幸运飞弹，后啲先有富全巨星、扬威四方、行乐之光嗰啲嘛，入正最后直路啦，生生福运轻磅走甩咗个几身位噶啦，见到后边噶嘛，追上嚟有神州飞驹啦，入边啊全才啦，出边上跟嚟仲有只缘分啊！最后100米到，生生福运仲有一个马威优势，全才逐步追跟上嚟，神州飞驹第三位，进占第四系富全巨星，接近终点变奏轻磅成功，生生福运赢啊！跑第二名是全才啊，第三名噶嘛，神州飞驹临尾有啲力弱，埋边追咗上嚟是富全巨星啊！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生生福运，咁啊当然亦都有呢个路程嘅依据啦。咁啊，对面直路佢系第一只走先，咁啊结果轻磅走甩夜马，全才匆匆再战重磅第二。第三名的马要影相啊！埋边系富全巨星，有冇机会过到神州飞驹？系好嘢，呢个蔡明少好嘢。个陈家熙咧就学阿何泽尧啊，其实赤子红心啊，中间又变奏咁啊，冲上嚟，但系又冇力。只十一号仔好低分啊，十一号仔啊，即系18分，好少分。但系呢个。潘特就跑第二，四号冇影。只十一号系赢过本路程噶嘛？二号、四号、十号、十一号系赢过嘅。十二号啊难拣啲啦，就十二号。阿潘顿喺呢度，吓。咁啊，綠色衫嘅，哇！佢只生生福運喺呢度啊，成日都蹲咗落個馬背嗰度。陳家熙喺最後，我啊 call 咗人噶。咁而家潘頓喺呢度，呢個有 Q 啊，呢個有 Q。咁啊，七號仔咧就係上次第三噶嘛，喺前邊嘅七號仔係放星，咁就六號仔幸運飛彈入個位置嘅本路程，但係咧就係上次第六前次第三嘅，咁啊潘頓而家係第三第四位，陳佳熙上啦，陳佳熙只四號仔上啦，即係增速向前，七號仔嘅放星。叫做從所願在前面都很多人貼的這隻馬不知道為什麼潘頓現在是第三好了綠色衫禮了
只绿色衫咧，只鞋啊叫做生生福运蔡明照冲上嚟啊，粉红色就咁下边只神州飞驹又跟住佢一齐行啊，神州飞驹即系班德礼跟住何泽尧上，咁何泽尧都唔理咁多啦，一尾系咁上轻磅一个过埋霍宏星，我话潘顿都醒目啦，佢唔走里边啊，走外边。白鼻箍呢只咧，啊呢度咁样啊，入到嚟都俾佢揾到个位，即系有啲前边有啲阻咗佢啦，即系喺横越喺佢前边，但系都离开嘅。我冲上嚟可能重磅啦，系咪？以为有啲机会啊，但系呢只十几分嘅啫，呢只十一号仔十几分同只卅几分嘅跑，赢咗两个马位都有个几马位，蔡明少。蔡明少，徐宇石，几好啊！真系五倍独赢，系啦，只十二好难拣啦，八十蚊位置，热门 Q 嚟嘅只我中唔到啊，我买二号啊嘛。